泰金新春开出红盘，元月份 EPS 赚进了3.3，仅次于富邦金。法人表示，受惠于国寿今年认列不动产增值利益，每个月挹注国泰金大概是8.3亿元，将会是为今年的获利打底。预估在调整外汇操作之下，国泰金今年的获利可望突破300亿元。